卢、no, 台长师傅你好，我的叶杖记事碑不要台、嗯、台长辈，我是一九八零年属猴的，呃，因为有忧郁症，呃呃，应该怎么办呢？他说什么？忧郁要啊，忧郁、呃、症，谁有忧郁症啊？我我有。你呀、啊，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呃，一九八零年属猴的。 哦，很多时间了。请你救救我，卢台长。他、哦、很容易救你的，<laughs> 我已经在救了。谢谢卢台长。我在帮你抓根呢，看看到底毛病在哪里。啊，小丫头，你很麻烦呐、啊，你惹了好多鬼呀、啊。你跟你妈妈边上是你妈妈吗？ <是>你跟你妈妈上坟呐、啊，经常去上坟呐、啊，就是到人家扫墓啊，就是到这种墓地去啊，惹了好多鬼呀、啊。嗯、太小的孩子不要带过带到墓地去啊，哦、不能去的。哦、你妈妈经常带带你小时候去扫墓啊，或者接触这些东西啊，不可以的。而且我还看到你们家过去请了一个通灵人。 就是他的毛病啊，发出来之后，请了个通灵人给他画过符，通灵人知道吗？巫婆啊，喂、哎哎哎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是啊，鼓掌，听得懂了吗？他给你家里也惹来了很多麻烦，听得懂吗？你们现你现在要台上救你，开始念经，吃全素，放生。 许愿，天天想着观世音菩萨，谁都不要想。放生多少鱼嘞？八千条。哇，八千条啊！晓得吗？呃，小房子嘞？小房子七百张、嗯啊。那么这的佛台嘞？家里佛台蛮好的。哦，蛮好。好，谢谢。谢谢等等等等，家里佛台不好。<laughs> <laughs> 看了又不好。你家里佛台。 现在为什么有个猴子经常在啊？猴子啊！你们家里有没有图像是猴啊？不知道、啊。挂历上面有没有猴啊？挂历啊！哦，挂历，挂历有啊，今年挂历，今,今年都好。猴子是不啦？是不是很大一个猴啊？是家里哪哪里的？啊。 你家里这个猴已经有灵性，跑到佛台上去了。啊，赶快把那个挂历拿下来。好吗？你记住啊，你这个女儿，我看看她什么时候能够好啊。你如果这些假房子全念掉，好好念经许愿。我给她加快一点。求求菩萨啊！刚才刚才菩萨。九月份。 九月份就好了，很快。在在在在。好吧。Yeah, yeah, yeah, yeah. 没问题。Yeah, yeah, yeah. 晚上少吃，白天多吃，听得懂吗？Oh. 这个灵性很喜欢吃，oh. 所以一直在他身上吃东西，所以他很喜欢吃东西。Oh. 一天到晚谁呀谁呀谁呀谁没包啊？这,这个灵性。什么,什么？是是是是什是是。 一个猴子呀！哦，猴子，哦，猴子在他身上。哦，朋友，等等啊！我我想想问下陆台长，我诶，今年六十，六他想问自己今年六,、啊、六十。哎、六六六十六啊！六十六，哎呦，六十六是个官呐！六十六。好了好了，六十六。有。 念六十六章，再加上六十六章，前三个月后三个月，明白了吗？这什么？你们待会儿你们帮他解释一下，好吧？这，呃、你要记住，你要中风啊！哦。你的腿呀、啊、发凉啊！哦。腿呀、啊，啊、脚发凉啊！是呀、啊。是啊,是啊，是啊。是啊是啊对对。我要念多少章？修房子、啊？ 小房子，你只要念一百五十张就够了，好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